半了，从电梯搭电梯下来，结果电梯停了一下，他就想奇怪，这么晚了谁还没有下班？结果电梯门一打开，就是我们的王惠美王县长，他们两个人在电梯里面没有讲任何的话。当到一楼的时候，电梯门再度打开，县长转身跟我们那个同仁讲说：“夜深了，回去记得好好休息。”你看我们的县长，白天跑行程，晚上批公文，九点多了都还没有到家，需要给我们的县长一个热烈的掌声。这么勤奋，今天要借助县长以及各位与会嘉宾的不断低头。万马湖西一甲子做一个光荣时刻的见证。建国小，好，湖南国小100岁生日快乐，那也是我们100周年庆的一个校庆。那湖南国小过去呢，原本是我们糖厂啊提供给日本的这个啊子弟在这边就读，经过几波的改革，一直到1957年并为我们湖南国小。那这100年来，可以说啊造育了非常多在各行各业那的佼佼者哦，那也为我们的整个社会国家贡献了非常多。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从去年就开始逐步的啊来凝结大家的一个共识啊，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把一些书画艺术也带进学校来。那除此之外，今年特别又跟我们的中华邮政来做了一个相关的配合，把我们的一些照片那来做一个一起的一个这个纪念邮票，那我想也提供给校友以及我们来参与的贵宾以及我们这个同学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是湖西国小60周年校庆，湖西一甲子可以说培育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才，那特别在校长老师们的通力合作，我们不断的加强我们英文的一个推广，包括外事总部，包括我们的啊非常多的这个外事结合我们的教学，就是在希望让孩子们的英文能够呢啊成长，能够有突破，更有国际观哦。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校园也非常的努力哦。那透过我们这几年的一个补助，那逐渐的改善我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